谁便选2000元新台币，整本免税商品全面85折。你没有听错，免税商品的最低85折优惠。如果你没有创满2000元，也不用担心，也有9折优惠。在这边先温馨的提醒您，稍后入境机场商务舱全面恢复成原本售价，并且没有额外85折，就会非常不划算，甚至有些商品都已经涨价了。今天的免税商品包含了精品类万宝龙 Belly 都是85折，最新的男生女生 Porter 包只要2000多元，乔治杰森 Fully Fully 施华若世奇美颜美妆最划算的雅诗兰黛最大罐100ml 超导修活路小妆瓶，市面上卖6350元，今天小妆瓶一罐只要4600。资生堂75ml 最大罐的百优，市面上卖3400，今天本航班只要2600，升和舱还要卖3100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切尔氏的金盏花化妆水，今天最250ml 也只要1105元。伊莎玛顿时空胶囊、兰蔻小黑瓶、小样瓶以及兰芝雪花秀 Innisfree 再加满赠送您正品，再打85折，全面都已经快要比韩国当地还要再便宜了。还有许多饰品、香水、口红、玛莎拉蒂一架飞机只有限量一支 ，Coach Sekoda Versace 手表。酒类的正常预购顶多只有95折，台湾虎航今天也提供您酒类一样是85折优惠。今天的酒类包含了 Johnnie Walker 以及格马兰1公升、麦卡伦送样品酒再打85折，秋雅美酒通通享有85折。正官庄人生意对身体非常好的，今天一盒也是1000多元哦。在您前方一袋里面还装非常厉害的特级精选粉红色插卡，这张插卡最高享有买1送1，买一送一的限量优惠活动，都是送礼自用2得1，非常好的选择。鱼榜单八五折数量非常有限，可以使用你身上没有用完的日币、台币、信用卡，也不用加收您任何手续费，算国内交易。如果你们有喜欢的商品，欢迎我们康职员先行做登记，以先为各位旅客做保留哦。祝您购物愉快。